其实，是吧？那你这个世界上很多恶都是因为人性的贪婪，贪婪啊，太贪了，对啊，对吧？有没有冤大冤冤？有啊，上帝是统治者，现在是世界所有的恶都是统治者产生的，对物质的贪婪，对权力的贪婪，导致的人性的是向恶的走。人普通人呢，就对物质的贪婪，搞得自己也是精疲力尽。你也已经是个过去的方向，很不值得，因为知足就快乐。有了这个前辈的，就是这个，哎，就是这个斗鱼，对吧？他就然后就变成了就人渣堕落，对吧？现在奶奶那边房子拆了，拆迁款他赔了吗？赔到位了。我问问他，那有可能然后他房子怎么办？他要回去怎么弄？我还不在去看。他不是去年就已经拆了吗？对，现在我们也快也好，到处下来了。要一网子怎么弄？我要回去看才知道。他要找钱出去呢，他要说找20万钱呢。一网子我们还是先给你一套房子，然后再给你20万块钱。不，要找出去房子的时候，您来的这个底他还不够，就是您自己还贴20万块钱。哎，对，那个店。您父亲当时如果那个去了台湾的话，您这生活也不一样。那肯定不一样。把那菜吃完。到台湾去的话，吃呀，吃也差不多了。如果我父亲他这一步走对了，我可以，我按我这样的身份，我可以到台湾，我可以去竞选总统的。我这家庭势力就足够了。他们几个家庭。今天他是这么去买鱼的了。王家大院怎么想当买鱼啊？我前两天就叫你儿子给你买鱼吃了，一直就忙，知道吧？对，这两天这段时间不是在搞鱼挺好吃吗？是啊，这你想，我们这个王家大院从这个我的祖宗王生他开始，一直到清朝都是巨人翰林，一直到这个进来到王卜山，王卜山他的女儿王建红，对吧？一直到我父亲都是在中一边吃一边讲。基本上这个王家大院基本上影响了中国的历史，可以说。你像这个我这个这边的王卜山和这个孙中山在一起的。当时有很多就是说对苏俄对这个我们国内的很多的政策变化，他都一起参与的，对不对？就有影响的。下次有机会到你那个重庆。酉阳，去看一下。我要是路过那边，我就去看一下王家大院。对，再喝一点，好吧？小便不方便。对，到这里的，到这里。还要喝吧？不要。有时候我们一起去，我去，反正打个电话，他们过来看门，现在他们来接管，我们不要钱的。那其他人还继续要钱的，还不理你，要看门要钱的。不要推得那么远，都吃掉地下去了。看不吃呀。要有骨头吐出来哈。他的没装假牙。没有。一般人七八十岁就装了假牙了。我没有。还有两个。这个来得好。又没有坏。受伤还算幸福了，对吧？没有什么病。没什么病痛折磨，对吧？两病就是恨得要命。我讲过他，我说你没有遗憾了，在人生最后一站还能儿子能床前尽孝，已经很好了，对吧？对。我说去年中秋节要不是把你接过来，你这一年在养老院不知道是什么情况，都搞不清楚。是他了。也应该是还是有福气哦。你这个儿子是最没有钱，你这个儿子是最孝顺的。对吧？都没见过这么孝顺的儿子。他也好的。他给我骂了，他也很骂。你刚才你小曹先生采访你说你头发是谁理的，你不说你大儿子给你理的吗？你都来一年了，你大的来看过你吗？你的头发那不都是中东给你理的啊？剪指甲、洗澡，那不都是他呀？对，洗澡。这么有理了，他有理打。这狗洗澡，这也不懂。
我回去了。我吃饭吃的，我吃完饭我就过来，我吃的早中晚，我吃的时间慢慢比较晚。其实我上午一点多了。我回老家去了以后，冬天他没办法给他洗澡，到外边请钟点工，一个小时就100块钱，人家还不来给他洗。搞不动他了，个子太大了，知道吧？后来他没办法，怎么弄？自己洗呗呢？自己老妈呢？怎么办？小时候他帮你洗，老实说，洗一回。我不能。奶奶耳朵是蛮灵的哈，我讲话。你尝尝我尝的。我尝了也挺好的。我儿子好凶的，他好凶的，我知道。谁好凶啊？我儿子呀。你儿子凶的。你有时候你还凶他了。快拿起来把菜吃完。哦，吃的太好吃。有时候要糊涂了，你真闹起来不得了。哎呀，怎么拼命闹呀？要上吊，要跳楼，要投河，恨死了，不得歇啊！恨死了。要一时糊涂起来，哎，就不行。这能跳下去，暴死的。暴死，暴死。这里要跳下去暴死的，那一点不假。在这拿筷子，拿啊，找不到了，啊，找不到了，啊，快点吃，先把菜吃完。吃啊，我吃啊，酒饮料啊，饮料喝。哎，对，这样子好，定好了。所以我实在不是说个人的恩怨，共产党做的事情是确实太坏了，这个坏的简直是。他们可以为了他们的享受、他们的权利、他们的利益，他可以毁灭全人类啊！可以已经坏到这样的程度的一个政府，没有的。讲的最好听的话，做的最邪恶的事情。讲白了，他就是权力惹的祸，就是为了权力。权力是个好东西。你比如说，没有得到权力之前，我们可以说，哎。但我们自己得到权利以后也很难讲的，这个东西不是非常有好的制度呀。美国美国文明为什么能够称道文明？美国人也有坏人，现在美国的人坏到什么程度？很多1/2和中国的1/2合在一起的。共产党有本事把美国的这批人拉到他们的手下和他一起腐败，但是美国好在哪里呢？他就是他们的现任政的伟大，这个华盛顿，他制造了个好的法律体系。权利如果不受制约的话，他可以不管你有多坏，美国的动议法律叫动议法律，是不要客气。就是说，不管你这个案子如果怎么，我这阿姨她讲过上快，说怎么就是怎么。只要有一方认为这个法律上快，一会认不得人，一会连着啊说什么，你还吃不吃鱼啦？不吃啦，不吃鱼。那把粥给吃完了。我不晓得，这个不吃骨头啊。我不吃，不吃，不吃，再给他加一份。吃了，吃不吃了？鱼吃不吃啊？再加一份。对，阿姨我也对抗不错。鸡蛋吃不吃了？不吃。笔袋。吃饭。笔袋吃吧。笔袋，我不要吃。不吃。早上得吃个笔袋。美国的这个番茄吃不吃？我自己吃。不管你给多少。番茄你要吃，我煎给你吃。不吃不吃。哪一个人？只要你如果这里面你不公平，你就会吃出来，从明天吃。鸡蛋。对，真好吃。够了够了够。来。这里帮说说嘛，你吃，你成呗，这个以后上快，讲话，他们的欠他变成人性了，这么邪恶的。他这个房子在这边要卖单价多少？现在肯定得1万多吧。1万多啊，这个房子有多少平米啊？他说有101平。101平。楼上是101点吗？对，花呗是。楼上他是送的吗？送的，他是要送的。楼上是半层是吧？对，半层，对，复式的。金山那边房价差不多，金山房价也就1万多，1万5。对，差不多。12000，13000。差不多。金山的他要不是有一个这个火车，没有火车还要远一点。他那里，我们要一般到定上到南站3号线以后去转这个动车，有点远。是。这个金山旁边，他隔壁就是这个浙江嘉善了。这天交界。你老家的房子在吗？我老家哪里老家？福州啊。福州那里，反正我儿子那里。
那里房子还也没弄好呢。我这房子来给他们已经拆掉了，那当时也是说也是，哎呀，说这个大队干部地方干部也都是下来的，哎，我人不在，他们也不管他接着谁啊，事实的话就。哎，都是这样子，从上到下。啊，烂的那种实在是分头。那么现在我这个事情搞得大了，现在我说你再给我啊，他这个他们自己是很厉害的，对吧？我说你可以怎么你这别的房子你讲都不讲，有这道理。有空来我喜欢你们。好的好的。来看我们。有空我会。难得的好，机会难得的。嗯，有空我一定会过来。我已经也八岁了呀。嗯。不晓得记得好不好。可以的，你身体这么好，身体这么健康。是啊，身体都很健康的，我饭量蛮好的，很吃得下。你吃完饭要午睡一下吗？有，这两天睡都不要睡了，屁股总是痛。还有中午要午睡。这个天气不好。我们想睡的就睡，想起来就起来，有时候夜里都一晚都不睡了，没来没什么也没吃。王奶奶，你好，我要回去了。哎呀，谢谢，下次再过来看您。好好，我喜欢。啊，欢迎您。您多保重哈。哎呀，谢。嗯。啊，您真好，来看我。谢谢你啊，一时记性，身体当心啊。好的。好，我的家里爸爸。哎，真是好近的。有几年在你身边。嗯，给您拍的照片，下次给您带过来哈。好。等我儿子跟你打电话，你来吃饭，不要客气，就是这样好。我要吃，就吃。不要，哎呀，我不吃了，什么都不要加。就是这，就是加这加的，这个真的，真的。您多保重啊。哎呀，谢。你是吉祥。我先过去了，再见啊，奶奶。你有意思。那个嘛，拜，老妈先，哎，对，再见啊。好，多保重。